Hello 大家好啊！咁啊，迪神啊，去到呢一個嘅二零二一年嘅第九條，呢條題目好得意，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佢咁樣設題嘅話咧，其實好多考生咧，講真咧，佢係搞唔掂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嗰個嘅數字咧，呢一條題目入邊咧，total 咧，你第九題嘅話咧，其實就係八分嘅。 咁啊，其实平均啲同学仔咧系攞二点三三分，即、就、係、是、单单嚟讲平均分攞两分度嘅啫。咁其实点解搞成咁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好考大家嗰個數據分析能力。

睇翻条题目先，咁啊题目咧其实咧就俾咗啲资料你嘅，咁啊题目都有问，要你用翻啲照片嘅，所以一定要睇清楚发生咩事。咁佢就话呢一个浮动嘅淡水植物嘅外观，OK。咁落到去睇呢啲相片嗰时候，第一个资料非常之重要嘅，睇显微镜嗰时候。 或者其實睇一啲圖嘅時候，記得睇個放大倍率。呢度係放大咗零點五百倍，即係簡單嚟講，其實望落去原本嗰塊樹葉好大塊嘅，應該係浮平嚟㗎，我估。咁一 第二幅圖咧就放大一點五倍，放大一點半倍已經咁細嘅話，可想而知其實佢喺真實嘅情况之下都好細。咁啊，成件事呢、这個實驗都得意嘅，OK，佢俾你睇嗰個實驗裝置，咁落到去研究嗰個嘅 interaction 嗰個嘅互相作用啦。咁啊，佢做嗰個自變項就係、是呃、有兩個嘅物種啦。 首先第一樣嘢，佢會單獨咁樣放啦。第二三個裝置入面，咧，佢就共同放翻呢一個嘅 species one 同埋移落去個水缸度啦。誒，培植五十日之後，OK，咁啊落到去度啲咩嘢咧？就係度呢一個嘅覆蓋嘅面積，OK。咁啊，跟住跟手過咗五十日之後。Okay? 嗯 其实咧，佢就剔咗 data 啦。剔咗 data 之后咧，其实咧嗱呢、这个位咧，应该系好多同学咧唔知道做紧乜嘅。其实你会见到咧，佢嗰個 Y 軸入边咧系显示 increase。

增加同埋減少百分比，其實係用緊呢個技巧嘅，OK。所以好多時啲同學唔識睇，就係、是、因為佢真係唔知道其實度緊啲咩個應變項。所以你見到咧的神嘅分享入邊咧，一定睇清楚個應變項係度緊啲咩，可以度緊新減舊，OK 新。新減舊除翻舊，跟住咧就乘翻一百 percent 出嚟嘅結果。

新減夠除夠成一百 percent，OK，嗰個量度嗰個覆蓋係九十五 percent，即係簡單嚟講，比起正常多咗九十五 percent，即係簡單嚟講，如果我綠色筆去表達嘅話咧，其實刪完之後咧，OK，刪完之後咧，可能係咁嘅樣，OK，可能係咁嘅樣，OK，好啦，跟住誒，如果係二嘅話咧，就係、是、大約用藍色嘅光筆啦，二十 percent 到，咁啊落到係刪完之後係咁嘅樣。

跟住，如果係寄生嘅話咧，一正一負。你睇到 set data 其實，如果係依四個關係嘅話咧，全部都係正。即係簡單嚟講，如果真係呢啲關係嘅話，你應該會見到誒擺埋一齊嗰個數字係會升嘅，其中有一條疤 OK，所以我就能夠斷定到一定係個 competitor，一定係個競爭者。OK，咁點解我知道競爭者咧？擺埋喺一齊嗰時候覆蓋百分比增加較單獨培植嗰時候低啊嘛。 真係你見到呢個情況嘛？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去比較嗰時候，獨立一條巴去睇咗先，OK？呢個係第一個範疇要講嘅。好啦，第二個範疇先係難啊。第二個範疇咧，就係、是、你要諗一樣嘢就係咩咧？喂，其實你單獨擺埋一齊，用翻之前嗰幾題入面嗰個理解，其實你可以預測個結果噶嘛？咁咩叫預測嘅結果咧？如果單獨係咁樣嘅話。 咁即係簡單嚟講，我一齊擺埋一齊嘅話，其實我預測嘅話咧，可能佢哋嗰個出嚟嗰個數字應該都係九啊五同二十嘅。但係如果我擺埋一齊嗰時候咧，我見到個色數字有喐到嘅話咧，即係佢哋會有一啲嘅相互關係。而嗰個相互關係已經斷定咗係競爭者嘅話咧，你就從住巴同巴之間去比較，其實一係較二係具有呢個競爭力嘅。OK，所以。

咁我預測其實可能係物種二嘅話，其實就係二十可能跌到十五，但係跌得咁勁係因為喺相同嘅地方入面競爭相同嘅資源啊嘛。咁你落到去，如果 1, 个竞一個嘅競爭力勁啲嘅話，咁去到後期梗係生得勁啲噶嘛。所以你見到嗰個嘅諗法，其實尤其是第二點咧，嗰種嘅 logic 就係咩咧？嗰、那個嘅諗法就係、是。 嗯、一同二嗰條巴作出比較，所以其實呢條題目係難嘅，尤其是係第二點。所以大家未來出題嗰個趨勢或者 data 嘅分析、數據分析題嘅話咧，啊原來係可以咁樣樣咧去分析 set 數據嘅。好啦，跟住咧就去到 boy 嗰題啦。嗱 y 嗰題咧，其實咧又係未如理想嘅。咁點解咧？其實三題都未如理想嘅。個原因就係佢問你兩分。 佢問你兩分，但係個平均分入邊其實都係零點四四分。OK，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冇乜人答得到嘅啫。咁點解個原因就係參考一二照片啊嘛。咁參考一二照片嗰時候，哇，其實參考知咩呢？咁樣擺埋喺一齊嗰時候，解釋個覆蓋嘅百分比嘅差異喎。其實。 你擺埋落去，你點知道呢？如果你真係設題嘅話，你想啲同學仔能夠答到呢條題目嘅話呢我真係建議一樣嘢，你咪俾個結果人哋望住張相答問題，即係你唔使叫人哋去估究竟嗰個增加誒覆盖增加百分比係幾多，反而你係俾佢睇啊，原來落到去啊，原來係咁樣睇。因為其實我估應該係呢條題目點解考得咁差，個原因就係啲同學唔知道做啲乜。

咁遮蓋咗二嗰塊樹葉嘅即係好似呢幅圖咁樣嘩，哇哇好大塊樹葉啊！咁咪一遮遮住嗰啲藍色嗰啲部分咯。所以去到後期，點解嗰個嘅覆蓋百分比有嗰個差異喺度咧？那個原因就係因為物種一入面可以吸多啲光線進行光合作用製造食物，幫助佢優勢作為呢個生長用途啊嘛。所以當中入面第二題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其實考緊啲乜？其實我都唔知考緊乜。 但係個問題係，大家一定要喺個嘅題目嘅資料入邊睇住個放大倍率去諗，其實落到去其實你所用咩資料，其實真係難諗。所以我建議一樣嘢，其實如果考試嗰個設題嘅話咧，我真係建議一樣嘢，其實好多同學搞唔掂咩叫做覆蓋百分比、增加同埋落到去其實做緊乜？佢因為真係唔知道做緊乜，同埋個結果你都。 唔俾人睇究竟嗰張相做緊乜，OK？所以呢度留意翻，咁啊跟住去到 c 條啦，OK？c 條入面咧，你就會見到一樣嘢，又發生咩事咧？嗱、啊，誒生長同埋發育嗰課咧，其實就好好讀嘅，OK？但佢個問題咧，通常一切題咧，兩分入面咧，其實你就會見到佢哋答啱嗰個百分比咧，係零點三七嘅啫，即係簡單嚟講，兩分入面其實又好難攞分。咁點解咧？個原因就係、是。 你讀嘅嘢同你真實去處理嘅嘢係兩樣嘢嚟嘅，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首先第一樣嘢，誒、呃、生長嘅量度生長嘅方法先重。o、okay? k 先重。點解係 OK 咧？喺呢個世界入邊，因為佢度緊呢一個嘅淡水植物，浮動嘅淡水植物，不嬲呢啲植物住喺水度噶嘛，所以其實你量度嗰個嘅參數係咩咧？你可以用線蟲嘅。 因為其實讀呢個課題嗰時候，好多同學都會理解到一樣嘢，喂，用光質量咧，永遠都係無敵噶嘛，最準確係度個有機物噶嘛，OK？但係個問題會殺死一個生物體但係記住一樣嘢，當我哋去度呢一個生長嗰時候咧，我哋期望一樣嘢係持續咁去量度嘅。咁既然佢都住喺水入邊度嘅話，咁即係簡單嚟講。 誒、呃、水分係唔會影響到佢嗰個重量，但如果你陸生植物嘅話咧，其實你度佢个個水分嘅話咧，其實佢有時候會受嗰個蒸騰作用、嗰、那個、蒸作用影響，因為佢濕水嘛，所以有大量嘅水供應俾佢，個先重就唔受影響，唔使殺死生物體。如此嚟推，咁第二樣嘢，呢、這個上面入邊度樹葉數目係唔係太好嘅？咁、那個原因就係咩咧？好似嗰個嘅 Species Two 咁樣樣，哇！啲樹葉咁鬼細，細到其實你好難點算啊！ 又或者咁講，其實誒，你睇樹葉嗰個嘅生長，其實。 未必係增加嗰個嘅數目嘅，即係簡單嚟講，誒、呃、增加嗰個數目係咪能夠有效地去處理嗰個生長嗰個情況咧？其實係未必嘅。所以去到後期你度嗰時候咧，其實誒、呃、你見到教科書或者碌屎入邊咧，都講可能度個面積啊，誒攞張格仔紙頭埋格仔紙數下，但好明顯喺呢個上面好難數嘅。OK，所以我哋就唔會用呢個方法啦。所以總管而言，你問翻我成條題百分入邊攞二點三三。 分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誒、呃、同學仔嗰個嘅弱項喺邊度咧？一真係好明顯唔識睇 Y 軸，同埋第二樣嘢其實佢真係唔明白那個實驗做乜。所以你見到的神嘅做法就係咩？一定要睇清楚。OK，你見到我點解會手繪一啲嘅圖出嚟咧？那個原因就係當我手繪出嚟嗰時候，我喺度諗究竟個實驗目的係乜嘢？那個字變項係乜嘢？控制變項係乜嘢？ 跟住個應變學量度方法究竟係啲咩嘢？你搞得掂呢件事嘅話，其實實驗题非常之簡單。希望今日嘅分享幫我打一手。OK，拜拜。